你们有多少人是奶茶重度爱好者？不要再喝奶茶了，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在煮花生的时候，先把银耳泡上，煮好的花生捞出，过一遍凉水。做花生汤一定要去掉皮，要不很影响口感。泡开的银耳去根剪碎，煮的时候水可以多一点，盖上盖子煲两个小时，盖上盖子煲两个小时，煮成奶白色，加入冰糖，等冰糖熬化了再加入牛奶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比情话还甜的花生甜汤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